国球已经不复存在，都是有人要死了，屁事，你不要搞了，哎嘿，转变，国球不见了，都是我的错，谢谢大家，这是真的，法切尔卡玛牛逼。皆さん，我是 Pedia， 今天带来是我们的笑脱胎 Arena。那今天来继续带来我们的排名战系列。那这一次呢，我给各位选择了三个角色，他们有几个比较有趣的点。第一个是他们三个都是皇朝，第二个是他们三个人呢，每一个角色的这个上手难易度都不相同。没有错，你们应该已经猜到是哪三位了。我们的老祖宗雨佳、洪州以及杰特，皇朝三罕见战士。对，没有错。那我们的雨佳是简单难度的角色，那洪州则是这个普通难度的角色，那再来是我们的杰特是困难难度的角色。那这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巧合，我可以这么说吧，巧合。对，那今天呢，你们会看到我用这三只角色去用我的金鱼 power 去压死别人。对，没有错，每一场都是三串。对，那你们可以享受一下今天的影片。Huh!
Yeah!